声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破迷显至马哈嘎拉金刚舞。金刚舞是金刚乘殊胜的仪轨之一，具有极见解脱的功德力，本身有其非常深奥的内涵。金刚舞所呈现的极境或愤怒形态，是本尊依内证的功德展现在不同的修学法上，如除障的鹿头、马头等等的呈现，是以消除障碍为诉求。在仪轨和古道里所诛杀的怨敌或鬼魔，其实都是自心烦恼与妄念的投射，因此外相上所看到的护法神拿着刀剑斧剑所砍杀射杀的对象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心形象化的烦恼与妄念。无论仪轨当中所描述的如何血腥残忍，其实所针对的就只是要开显出被无明所覆盖的佛性而已。其实所有的金刚舞意义都是相同的，像以马哈嘎拉法会来讲，从正行第一天开始到第八天，每天都会有金刚舞，那么都是戴着面具的金刚舞。而在跳舞的时候，一开始一定是扮演当天护法神的领舞者先出现，那么他跳了一段自己专有的舞蹈之后，会再往回走，
走到刚才出现的地方，带领眷属再出现，然后绕成一圈来进行舞蹈，而后该有的步骤都做完之后，那么就会在从跳舞的圆圈中，那么化为一直线，那么再回去。而这样子的意义，各位请记得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步骤，一开始领舞者单独出现的舞蹈，那代表着愤怒尊先由法界中，那么因为悲心怜悯众生的缘故显现愤怒相，而由法界中出现之后进行了度化事业，而后为了要因应不同的根器，因此会显现出众多不同的形象，而这就是带领所有的眷属出现的意思。那么在圆满的所有的事业之后，必须再次的消融于法界，所以那么就会领舞者再带着所有的眷属回到法界当中，就是整个舞蹈就会结束了。那么在进行舞蹈的过程里面，会围着各位可以看到在广场中央现在放置着一个三角形的黑盒子，这个黑盒子三面都画着骷髅头，有着火焰。为什么是三角形？因为那代表的是三解脱门。三解脱门指的就是空性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跟无相解脱门三种，也就是说将鬼魔或者是怨敌以空性将其勾招之后，那么在度化于空性的法界当中。所以虽然说看起来像是在举行杀戮，像是在诛杀某个对象，可是实际上那是将自心本有的烦恼我执显现为烦恼怨敌的形象之后，那么再将其诛杀消融于法界，于空性当中没有不可以被净化的，所以行者也好被诛杀的怨敌也好，都是被消融于空性当中，而因为无明我执被消除的缘故，因此所有的烦恼业障皆被净除。那么被诛杀者也好，或者是行者自己本身也好，就会因此而度脱于法界，或者说就能够与法界合而为一体，那么以此来证得菩提，或者说契入空性，是有着这样的用意的。当我们在观看舞蹈的时候，秉持这样的理解，那么来观看舞蹈，知道所跳出的这个舞蹈实际上就是我们心性功德的彰显，好好的那么专注的看着舞蹈，这是观看舞蹈时必有的观念，秉持着信心跟虔诚心来观看舞蹈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
今天是小尊牛头即兴金刚舞，今天的这个舞蹈一样是我们破除烦恼，那么破明显智的第二部舞蹈。这部舞蹈我们称为牛头即兴，基本上牛头就是在藏传佛教当中所说的阎罗王，而阎罗王在这里被称为小尊，是因为相对于之后的舞蹈，它会成为规模较小的人数，所以呢就称之为是小尊牛头即兴金刚舞。那这样的金刚舞
同样的，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应当要明了，他不是别人，这是马哈嘎拉的本身的显现，为了适应不同的众生，因此以阎罗王或者说牛头的形象来显现。那相同的步骤在一开始时一定是由领舞者，那么扮演成牛头即兴或者说阎罗王的模样，那么先自己出场来跳出一段舞蹈，而这个舞蹈所代表的就是由空性当中显现出度化众生的形象。那么在显现出形象，也就是一段舞蹈过后，再带领其他的眷属出场，而这所代表的即是以不同的形象来救度不同众生，适应众生不同的根器跟需求而来显现的。最后，那么在舞蹈的过程当中，经历了勾招，经历了朱砂。那么朱砂时，同样的是在三角形的黑色身法功当中来进行勾招与朱砂。朱砂之后，将被朱砂者的血肉化成甘露，献于诸佛菩萨所献的马哈嘎拉。那么借由这个步骤的完成，让被诛杀者得以度化至净土。最后，那么牛头尊或者说阎罗王就率领其眷属一起的融入于法界当中。那这样的舞蹈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并不是在诛杀某个人或某个众生，而是针对着我们自己内心的无明我执，将其形象化之后，那么以被对峙或者说该被消灭的对境来加以看待，而将其来消灭。所以无论场面多么的血腥，或者说行为多么的粗暴，其实都应当明了，这只是在对峙内心的烦恼，要消灭我执而显现出的形象而已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，必须要抱持的正确的观念。那么观看金刚舞时，我们才能够有确确实实的收获，也才能够借此而来获得整个金刚舞或者说法会的加持。
的身法跟法门。弘扬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，佛要我们弘扬佛法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证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Thank you.
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，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有助防疫，避免参加人数多、近距离、长时间的大型活动，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。如果参加活动，提醒您：一、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；二、随时保持手部卫生；三、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。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，因应活动办理，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，例如场地设施消毒、掌握人员健康状况、备妥防疫用品等等，为民众的健康把关。最后提醒，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，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，降低被感染的机会。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。